爸爸妈妈就像早晨的闹钟把我唤醒，他们给我无穷的力量。他们让我知道，我的小小的力量也可以改变世界。爸爸妈妈总是耐心地引导我，他们无私奉献，滋润了我。为了未来，为了给我高品质的生活，他们不懈奋斗。他们是我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，我相信他们的选择。他们选择阿丽娜，因为她采用了可持续能源，把阳光转化为电能，减少碳气的排放，高天花板让空气流通，有绿色的花园美化景观，提升空气质量，智能开关系统除了提高生活便利，也减少能源开支，让我们采取环保的生活方式。父母的用心选择，除了为我提供洁净安全的环境，更是体现了对我的关爱。阿迪娜就像父母对我的爱，永续发展。